共和。我们今天五方在一起聊关于对这个我们化成这个五业神教会有仰望的事情啊。像我们今天五方跟工会，以及我们一些工会的一些前顾问的前会长，然后对这个事情有大致一些共识。那么我们将会发表这个文告，让大家做一个新闻发布。好，这样我念给大家听这个文告哦，就是新山中华工会暨五邦工会会长今日针对赵大元帅神教被摇晃扰行宫一圈的事件呢，大致共识如下：第一，认为摇晃扰行宫事件是一个错误的举动，零致歉；第二呢，为避免古庙游神事件再度发生，即其他不可预测的事情，建立工会将原有的古庙提升小组加入五邦会长，并将其功能加入防范及监督的标准作业程序。第三，针对海南会馆致函中华工会对此事的诉求的结果呢，将等待双方交流会后再向华社交代。第四，日后古庙游神的任何事项都需在五邦共和的精神下大前提下圆融处理。